好，志荣真书的部分，我们今天讲四十单元，我们讲的是一个坡的概念。好，坡的概念。那坡的概念，我们分几个笔画来讲。第一个撇的部分哦，撇的部分都是由左侧结构带到右侧结构，所以它都是你有笔入笔，都是这样子入的。好，自方向入笔了，啊，都自方向入笔，不然就是左上往右下，哦。比较不会偏向说我们直接这样子拉下，好像再写一个撇，这个概念比较没有。那它的一个写法来讲的话，有可能是由左至右拉过去，有可能是左上至右下这样子带过来，那这是它的一个变化所在。那也有可能粗细的变化，也有可能就是重的到细的，也有可能是柳叶的，那柳叶的一样是由左上往右下这样的带过来。好，这部分可以稍微注意一下。那这是它的撇的部分。那横笔来讲的话，只有粗细的变化跟后面收尾折笔的部分。好，粗细的变化它只是一个我们再写一个短横直接推上去停住就好了。那有可能落忽然间重，这是一个转折的概念。好，这是一个转折概念。那也有可能是它这边要带到下一个笔画，会造成这样子落过来后，这里会拉下来，会有往下带，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，这是要带到撇的部分，然后这要带到撇的部分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一气呵成的哈。啊，在它的一个下方撇的部分，大概就是都是比较偏落，那也有可能是停顿下笔停，粗再变细，细的粗的尖的。那也有可能就直接比较规矩一点的粗的一样粗，后面再开始变粗细变化，然后比较欧凯的味道。那比较常出现的是柳叶笔，尖的粗的尖的。那这里我可以让这里比较滑顺，我也可以有点凿切的概念，这里有点拉下来的感觉。好，这我们待会都会去讲到。这个捺笔的部分来讲的话，一般我们都是在欧凯讲的都是往右下拉直笔嘛，往右下这样带直笔下来滴滴乱嘛。它的部分它是有点飘，先往下再往右，这里会是一个坡折的部分，哦，是一个坡折的部分。收尾这个地方哦，特别去留意它不做停笔，它是用转腕的动作去带，所以注意到我手腕的动作。我们撇笔出去了，好，带过来，这里是这样子转过来，手腕去转动，好，再推出去，我看到吧，手腕的由撇出去转成这样子以后入笔，所以这是侧锋入笔，中锋入笔哦，入来转正，好，拉到底以后直接往右推出去。那往右推出去会造成怎样的状况？这里会是圆润的，这里会是有点凹下去以后，这边鼓起来，这里会鼓起来。哦，这在推碗的动作，在转碗的动作，我看一道哈。来，撇出去，转碗，然后倒正。一边走一边倒正，慢慢加压出去，好，往右推，手腕翻过去，这里就照要做出来了。好，来张好，哦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关键点哦，写坡的部分这个地方会关键点。好，那我们就针对今天这六个字来做说明示范。来，第一个木，那个撇它不见得会撇出去哦，就像那个褚遂良一样，褚遂良他写砚台的时候，他的撇不见得是尖的收尾，他有时候是用钝，这边有点下压，好，直接推出去，变落，停住，起来，直接推出去没关系，停住。那这里他是往左拉，所以这有点行书概念，所以我为什么说他的行感的原因就这边带上去，那带上去，所以这里会是这样搂的下来。微微带弧度，停住，好，直接拉钩，重的压下去，拉提起来，再凿刀下来，切软，又下来，又切软，好，重的上去，这里带过去，所以这里逆笔 Kitty 扭过来，啊，
好，这里推出去，这里我手腕都没有动，好，这里带出来，手腕才导正哦，带出来手腕才导正，柳叶速度快点出去，这里转过来，好，导正，停住，翻出去就可以了。这地方是有点往右下带，比较不一样。我们在写欧凯的话，这个地方都是平，不然就往右上。那智勇的话，常常会有点往右下带或拉平。好，再来改，改变的改，来，它右边的左边的不拉杆，整个改成好像梗的一个感觉啊。这里直接露笔上去推，切，再拉下来，急，停住，起来，转过来，推上去，再拉提起来。呀，好，逆时针带点小弧度，起来带出来，压上去，起来压下来，再挑，这个都这个金毛立尾在虚笔都不要去把它做出来哦，啊，这是让你们知道路径而已。带出来后直接转一下笔，这里入风，扭，停住，推出去，这里扭笔，原地转折 ，key， 这里柳叶。弧度大一点点，然后这个弧度会比较大，出去转了碗，从这里切进来，导正，推，收尾就可以了。这个结构写出来的字都会稍微略扁一点，都会稍微比较偏扁。来，正字的正，这里直接推上去，啊，转碗，从里面拉出来就好了，停住，再来上去，在原地给我插出来的话，让麦里去转。又等啊，这里再离开，带下来，起来，停住。这个味道要不要去把它做出来无所谓哈，我们一样可以就直接这样推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原地停住以后带上去，所以这里是这样的路笔，带到这个缝隙再推出去，拉回来，这里找到尾，好，重提，从这里带转提。往下就可以了，拉得很宽哦，拉得很宽。好，绩效的效，来胶的部分特别去注意到重笔，第一个笔画它是切笔侧锋一百料接压下来，那这个慢慢的提，慢慢提起来，这里弧度这里会有一个比较力比较险峻的做法。好，过来要直接推上去，重扭一下。好，切，右等啊，那这边再带过来，扭过来，再次切出去，然后这里接右点，提起来，这里从这里贴啊，别套套转子嘞，这里顿一下，提起来，比赛大拇指拉回来，这里才能够这样子做出来。做出来卡到这个里面，这里再落落出去，好，原地拉出来，柳叶带出去，从这里顿一下起，再一样转出去提带就可以了。偷偷转笔的地方特别去留意到啊，我会跟你们讲，那你们再留意那个小动作。来，杆的部分这一波上面啊，就直接都是一个滑推，找右等矮杀跳停。拐，这里入笔，推出去，起来，过来多少遍？是的。右竖还是里面的横？真写横。再来，起来，这里再过去，停住，往上提，这边就让你知道说是哪个笔画先写的，往上提以后才能够带到这里过来，拉下微微弯。好，刹车停住以后，一样偷转个笔，柳叶。带上去转碗了啊，碗已经动了啊，推出去，停住，回来再从这里细细的出去，再一样侧笔一笔料导正，这里有点逆时钟比较明显哦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样子下来停一下，再往下带哦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带，这样子拉，我也可以这样子带过去，又停一下，再拉下来，再这样拉出去，有点逆时针的方向。好，做一个字蹲，来，字勇的那点哦，都会比较浑厚一点，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留意哦。他在写点，不管是
上头点或右下点的部分，它都会比较浑厚。那这边一个停，停住，一样，这里拉下来，来拿个笔画先。嗯，好。一样，里面的横笔先带过来哦。那再来呢？嗯。再来是竖笔哦，不是这个，这个不是挑哦，这是纸的部分哦。横笔往要这里带过去，所以这样入笔完，停住，然后从这里拉出来，挑上去，带到这里拉下来，这叫兔子的兔路啊，直接的竖钩的地方啊，停住以后拉弧度，好，卸爪钩以及拖出来料，接我逆笔上去，上去这样拉转过来，再拉出去。好，带上去，从这个位置直接拉细长处理，加一等啊，细细的拉回来，直接顺笔柳叶出去转，这里要一气呵成。哦，从这个撇笔过去转过来，这里要一气去把它呵成去做。哦，这个地方右边的部分一气呵成去做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自由的讲到这边。